狗很吵吗？没关系，丢到门后就好。小孩很吵吗？没关系，丢到门后就好。闹钟、老公都很吵，没关系，全部都丢到门后。人妻的世界终于可以清静了。担心有窃贼吗？ Echo 听说今天这款门也可以解决我们担忧哦。好不好用？立刻见真章。今天大突击的对象是蓝鲸逸婷。逸婷你好。大家好，我是蓝鲸的逸婷。哎，逸婷，听说你们家的门有隔音，然后防盗还附上自动的防盗系统，请问是真的吗？自己说不准，我带你们去看一扇门，从安装到测试，你们可以自己判断。哎，警告你哦，我可是有名的龟毛人妻，不用的产品可过不了这一关的哦。这款是钢木门，门框是镀锌钢板烤漆，内嵌实木条，表面的话是用实木的方式去做处理，内部的结构是钢板，那它的耐用年数是50年，不生锈，坚固又耐用。我们家的门一片就重达300公斤，所以我们采用3度空间的重型铰链，这样很耐重，不怕门因为太重而下垂哦。有一些人的隔音门是门上面有胶条但框没有哦，这样是没有隔音效果的哦。我们家的门跟框上面都有隔音胶条，而且门的内部结构也跟一般只有放蜂巢板的隔音门不一样。我们家的门的内部结构有漆酸盖板、隔音胶片、隔音棉，然后还有避震垫，这样都有助于让隔音效果更好哦。真的这么好吗？你试给我看。 OK 啊，我们现在开个音响测试吧。真的有变比较小声呢。再试试看下一道门。哦，刚才是真正无声呢。我们有搭配5段防爆，还有天地联动锁，让窃贼更不容易得逞哦。我们还拥有自动门的启闭系统，感应器会自动开门解锁。当人离开的时候，它会自动关门上锁。感觉真的不错哦，但究竟多少钱？ Echo 来帮大家探看看。单扇门的价钱是293,600元，很便宜吧？哈，你说多少钱？再说一次。293,600元。